今日中联会当作是了愿创作对象的代表家连建炫，最近在广府文化局的邀请下，特别以联会为主题，带来名为《合理人生》的个人创作代表展。透过伊的镜头设计，联会各种娇美的姿态，加上一个夏天花开着结束一生的命运，可以联想变成伊口中生动美丽女性一生。在我们在欣赏荷花的时候呢，就好像感觉到人的生命的一个进展的一个形态。所以我这次展出的内容呢，有些照片呢，就是以这个人生长的时候遇到一些，各个阶段遇到的一些人事物啊、个性啊为内涵，然后来比喻，那一直到最后，剧终这样子。在连建炫心目中，莲花是有生命的，因此在镜头创作之下，拢带着拟人化的性格甲故事，也因此得到一张静态相片，却带予参观民众真大的感动甲欢呼。这一张呢，就是好像一个少女刚要成长啊，所以我把这张命名为《有女初长成》啊，她展开她的双手来迎接她新的生命的到来，充满着喜悦这样子。我进来这个空间里面就感觉到这一幅画、这一幅照片让我内心有很大的激动。除了说他，我感受到老师他对人生的一种禅意，他能够把现实跟禅之间做一个非常紧密的结合，让我们对生命有一种跳脱、一种现实界的看法。我觉得老师真的是很了不起。这个以莲花为主角的点名展，从今麦开始一直展出到二月底，各种私人学路欣赏佳艺的莲花形态，拢会当为连建炫立业创作当中来一概看有够开，也是佳艺欣赏莲花的民众未当错过的珍贵盛宴。记者金文山采访报道。